中二快捷单元六，多元而开放的新加坡。很多人来到新加坡，都会对它的多元文化赞叹不已。其实，自古以来，多元而开放就是新加坡的重要特色。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，这决定了它多元而开放的发展方向。这个岛屿位于马来半岛南端，靠近马六甲海峡，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中转站。新加坡在历史上被称为淡马锡，意思是海市。考古人员也曾经在福康宁山上挖掘出中国古代的钱币。由此可见，远在那个时候，新加坡就已经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作为中转站，新加坡一直以开放的心胸迎接着不同的族群。据说大约在13世纪末，一位名叫山尼拉乌他马的王子来到这座小岛，将它命名为新加坡拉，也就是狮城。14世纪开始，来自不同区域的人汇集到这个小岛，这里的族群也逐渐变得多元化。东南亚一些群岛的居民构成最早的马来族群。15世纪后，中国南方的华人陆续来到这里，形成早期的华人群体。早期华人中有一部分和当地人通婚，他们的后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巴巴和娘惹。在来佛士登陆后，更多的华人、欧洲人和南印度的淡米尔人来到这里，每一个族群都为这个小岛赋予了新的特色，最终形成现在的多元种族与文化。新加坡虽然是个小岛，却有着海纳百川的心胸。直到今天，他依然抱着开放的态度，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。海上贸易促进了货物的流通，多元种族带来了多元的文化。在日常生活和文化艺术中，我们更能感受到新加坡的多元而开放。各地的客商把香料、瓷器、丝绸和茶叶运到新加坡，再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。各种各样的食材和不同的饮食习惯给予人们不同的体验。想喝点什么？这里有清香的中国茶，也有浓郁的奶茶与咖啡。想吃点什么？这里有香喷喷的鸡饭和椰浆饭，也有香料味十足的黄姜饭。不同族群的文化艺术也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。这里有华族传统的南音，也有极富时代特色的新谣，有婉转的马来班顿诗，也有优美的印度婆罗多舞。无论饮食还是艺术，我们都能从中看出传承与创新，更能从这美妙的多元文化中看出国人开放的心胸。今天的新加坡是一个引人瞩目的国际化都市，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它的丰富多彩。尽管世事不断变迁，但新加坡多元而开放的特色始终未变。只要我们继续兼容并蓄，求同存异，就可以携手开创更辉煌的明天。生词朗读：可谓岛屿、海峡、挖掘、区域、汇集、富余、海纳百川、椰浆饭、黄姜饭，兼容并蓄，携手辉煌。词语教学，中二快捷单元六，多元而开放的新加坡。可谓，解释，可以说。例句一：阅读不只能增广见闻，还能疏解压力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二：新加坡地处赤道附近，远离地震和其他天灾，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。岛屿。解释，岛的总称。例句一：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，由10000多个岛屿组成。海峡，解释，连接两个海域的狭窄水道。例句一：新加坡靠近马六甲海峡，货船运送货物时非常方便。挖掘，解释，往深处挖。搭配，挖掘宝藏。例句一：考古学家在这片土地上挖掘出清朝的一些文物。
区域，解释，一定范围的地方。例句一，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维护区域的和平。汇集，解释，聚集。例句一，新加坡汇集了世界各地的人才。二，我汇集了所有人对这个课题的看法，写成了报告。赋予，解释，交给，给予。搭配，赋予任务，赋予价值，赋予权力，赋予使命。例句一，石狮子被赋予了重要使命，看守宅院。二，传说中这块宝石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，能够治愈百病。海纳百川，解释，大海可以容得下成百上千条江河之水，比喻包容的东西非常广泛，而且数量很大，也指心胸宽广。例句一，新加坡有海纳百川的心胸，能够接纳世界各地的新移民。椰浆饭，解释，把米浸泡在椰浆里煮成的饭。例句一，这个马来摊位的椰浆饭美味可口，每天都很多人排队购买。黄浆饭，解释，用黄浆烹制的米饭。例句一，小贩中心有很多不同种族的食物，香料味浓郁的黄浆饭就是其中之一。兼容并蓄，解释，把内容、性质不同的东西都吸收并保存下来。例句一，只有兼容并蓄，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，国家才能富强。携手，解释，手拉着手，比喻合作。搭配，携手前进，携手同行，携手合作，并肩携手。例句一，那两个球员有很强的实力，如果携手合作，一定能取得冠军。二，国家面临危机时，国人要携手同行，一起度过难关。辉煌，解释，光辉灿烂，形容成就出色。搭配，金碧辉煌，灯火辉煌，辉煌成就。例句一，圣诞节即将来临，乌节路上灯火辉煌。二，皇宫金碧辉煌，非常壮观。